Hello， 大家好。那我们接下来要来升华我们蜡字哈，然后顺便看一下蜡字的故事。冰封之村 ，Go。那蜡字众人在原来的世界上突然遇到时空乱流，露西部分的心灵钥匙被乱流吸走，于是他们为了寻回钥匙而跳进乱流，来到生末世界。轰隆一声，两人到人影坠落时，地面形成一个凹陷。纳兹抱着露西，单拳挤在地面上，以火焰卸去冲击力，使两人安然无恙。哈比则从上方拍摄翼缓缓降落。他说：“时空乱流，是我想不到来这种地方呢。”哇，这里很冻啊！这里龙田都结成冰了。我可不想一出场，鼻子挂了两条鼻涕。这个时候应该找开启吧？哎呀！我忘了，钥匙被时空乱流吸走，所以我们才跳下找钥匙的。不用麻烦了，那我直接把冰融化，将温度提高就好了。火龙之，等一下，那只火龙人的咆哮。然后就把核冰起来的核融化，然后就掉到核里面了。这里。生活应该很简单吧？这是什么？哦，哒哒哒哒哒哒哒。我怎么觉得好像他们写有点厚？错。OK。强大的火龙之焰从纳兹的口中吐出，如火柱般直喷出来，将四周的被冰封龙田都烧起来。焰火将冰融化，亦将农作物烧焦。哈，如此一来，大家不用被冷死了。这里的村民该好好感激我。但你一下烧光别人的田地，我有什么不好的预感呢？怕是纳兹又闯祸了。哦，是田地哦。好，再来。回复青葱的方法。村里的冰雪被纳兹火焰所融化，气温转眼间变得和暖。使用门瑟缩在屋子里取暖的村民纷纷走到屋外打听。太好了，被盟主冻结的地方都回复原来的样貌了。我们终于不用再生活在冰天雪地下了。等等，你们看，我们田里农作物全被烧光了。喂，你这樱花头发的小子，站在田里，那是你放的火？什么放火？明明是我用火焰救了。那是你闭嘴！你们别误会，别那么气冲冲冲过来啊！哇，写这么厚啊。我们的粮食，将田里的农作物还给我们。
好，出兵拿着出手是纳斯他们在烧光的轮艇上来回回回来来回回展开水煮战，众人跑到煤气精疲力竭地找到田地休息。我们一些，你们都停下听我说，虽然那次因为不小心把田烧了，但你们的村子不也是因为它的火焰而恢复正常吗？这你倒说的有道理，但农作物被烧光，我们这些人都要挨饿，要不你们替我请普西芬尼大人来帮忙。普西芬尼很厉害的人吗？要是要干架才能请他帮忙吗？交给我吧。不不不，普西芬尼是一位温柔的星宫大人，有他的帮忙应该可以救回农作物。只是出名宫的宫殿不是我们普通人去的，但以你们连魔族的兵都能拢起的话，应该可以的。处女宫，巴洛哥的钥匙会不会也掉到那里呢？啊，反正去了就会知道。普西芬尼，我来找你一较高下了。哎，都说的不是要去砍价的。好。所以纳兹的故事先嘛，然后再是才是露西的故事。啊，下一个是谁啊？温妮吗？温蒂吗？狗？还是艾尔莎？顺着村民的指示，纳兹、露西、哈比来到处女宫的宫殿。他们原本以为要过五关斩六将才能抵达，但现在看来，要入殿见普西夫人最大问题，显然是这黑压压的行动。普西夫人大人，请你出来见见我吧，请你就是我吧，这座鲜花是我姓。然后这帮人都是来找普西芬尼一起高下的吗？我不能落后，为了几上钱。前面应该有鱼吧？那是等等我，你们理解能力太弱了吧？他们很明显是追求者啊！等等，我们是来找普西芬尼帮忙和问钥匙的事，不是来打架跟你鱼的。这个是所有暗跟火，先这样。哦，哎呦，很钝。昨天电脑好像有点钝了。啊啊啊啊！我转什么？好，再来。啊啊啊！我、啊、还好打到。好，花了一点时间。这我可以直接烧它吗？好像不行哦。烧一下。不行。烧不死。
突然一道金色的光芒从店内释出，将所有挤在门口的人都轰至几丈远。李哈比被弹开挂在树上，那是被金光击退数步后稳住了身子，抬头对上一个迎面而来身穿火红铠甲的男人。但是老人，天天躲在普信分店门前繁华的生活，有我在谁都休想接近他。喂，你是普信分店吗？和我一起去高下吧。哪里来的英法小子，竟没被我轰飞，有点本事。但我金牛宫阿姆斯堂启动你这些来历不明的追求者接近普信分店。同事牛，为什么我家的塔罗斯这么好色，人家却是如此正气？就是在故事里面还是会稍微提到十二宫的角色，只是没有做结合，实在是很可惜啊。因为改版之后的技能其实也没有做跟十二星宫做搭配。露西阻止那只阿姆斯堂，但被他们两人完全无视。两人互相对视，打量着对方的实力。时间此刻像是被凝结般静止的。那只率先憋不住，他拳头一转，熊熊的烈火缠绕到拳头上，双脚一顿，整个人如闪电般冲向阿姆斯堂。来决胜负吧，我燃烧起来了。办得到的话，就来试试看。火龙的铁拳。强化腐蚀啊！哇，感觉我会打很久。OK。还有会复活一次，还没。点燃，然后。哦，好顿，好，刚才有点顿，不知道为什么。好，来，能点燃的吗？OK， 好，再一集。这力量很强。
让自己延续火龙铁拳追打阿姆斯堂，阿姆斯堂鼓起火元素之力抵挡并还击，让这见状以火龙的翼击袭向阿姆斯堂，双臂燃起火龙之焰如翅膀一样欲击他的上方，此时一道轻盈的身影积极挡住纳兹和阿姆斯堂之间，此女子正是宫殿的主人普西芬尼。基本别打了，发生什么事了？普西芬尼，你怎么跑来？这个人跟你先前追求的不同，很强，刚回去我看到他强行向你抢走。什么追求者？我是来找他一决高。不是啊，大家冷静点，我想来请普西芬尼帮忙。露西将村子的事和钥匙的事告诉普西芬尼。很抱歉，你要找的钥匙我没见过，不过我也希望你早日找回这里村子的事。想不到盟主也对村子下手了。你也不让我做什么吗？我的琴音可以令植物从此升级，可是琴被放夺去的，我也难以救回村民的农作物。原来如此，不可原谅。有些哈比，我们马上出发，好好教训盟主，夺回琴吧。 OK， 这故事大概是这样子啊。哦，好了，那这个故事先到这边结束了。希望我们今天欢迎频道主下方的图片按下订阅，右脚的订阅按钮跟铃铛就可打开，这样子我更新影片之后你就能收到通知哦。谢谢大家，这集收看，拜拜。